为什么我的克隆蛇无法钻入他的体内？人类在昏迷后睡眠状态之下，大脑是不活跃的，我们无法盗取他的头脑信息，因此不适合寄生。喂，菲菲，我是丽娜，诺兰晕过去了。哎呀，你别问那么多了，你快来吧，再叫救了二层，嗯。